那如果要说到军力，我们要来看到我们海军陆战队的两栖侦搜大队的爆破中队，有台湾海豹部队之称，具有陆海空三栖能力。不过最近有知情人士传出来说，部队要被撤裁，要并入到海军，改为成两栖侦爆大队。而这个原因传出说是有人想要来领所谓的爆破加级，这让退伍的老兵们相当气愤。专家也表示，如果真的这样改的话，战力很有可能会有所影响。蛙人全副武装潜入水中，要在夜间进行水文侦查，排除水下障碍物。渗透行动小心翼翼，进入滩岸后更得严防敌军偷袭。不过爆破中队可不只进行一项任务，引爆炸弹也是爆破队专长之一。国军两栖侦搜大队的爆破中队具备陆海空三栖战力，有台湾海豹部队之称。如今却有人爆料，指出部队可能被裁撤，让老兵们难以接受。每一年，要到古关去受训，要执行水下、陆地，甚至还要学跳伞，已经很感慨了。虽然都是海军啊，但是军种不一样，我们特性也不一样，其实已经丧失了当时美国帮我们成立这个海豹部队的这种功能了啦。讲到过去艰辛，陈大哥不禁感叹，爆破中队成立至今约70多年，能从训练中存活下来的蛙人都是佼佼者，传出要被裁撤，专家也表示对国防战力恐怕不乐观。这支部队是一个有相当的一个很光荣的历史传统的部队，它甚至也可以说是我们国军最具有战力的一支部队，扮演一个深入敌后执行特种任务的工作。那侦搜大队等于就失去它的一个水中爆破的一个角色。爆破任务危险，因此薪资加级也比较高，传言将改名为侦爆中队，也跟爆破加级有关系。不过海军陆战队回应，裁撤中队和加级两者都不是事实。爆破中队在国防战力占有一席之地，如今传出可能裁撤，国防部尽速澄清，不让假消息扰乱军心。华视新闻林志纯、赵若平台北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尹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